蘑菇电燃4G 真是魅力不减啊！自从10月以来呢，一直都是 N3DS 的耗电元凶，果然是有玩不完的狩猎旅程啊！而官方呢，也一直推出超有梗的爱撸猫道具，像是呢最近释出的就是快打旋风的造型，甚至连但丁一哥都出现了呢！赶快看看最新消息吧！日本国民级的狩猎动作游戏《魔物猎人4G》自10月11日上市以来，陪伴了猎人们许许多多欢乐的狩猎时光。不仅游戏持续魅力不断 ，Capcom 近期也公布《魔物猎人4 Ultimate》，将推出 Capcom 旗下格斗游戏《快打旋风》的布兰卡纯理造型装备。玩家可以看到随行艾露已经没有猫样，化身成布兰卡，使用大鱼与骨头回力镖等等，甚至还会放电以及经典的翻滚攻击。春丽则是使用刺腕的手指虎来攻击，实在是太勾机啦！别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哦。随着《魔物猎人》系列宣布重置到次世代主机的消息 ，Capcom 又追加了一套但丁造型装备，招牌的银发与红色风衣造型，甚至连雷之魔剑阿拉斯特也可爱登场喽，实在是超级逗趣的啦！目前释出的合作内容仅有欧美地区版本发布，不过依照前阵子洛克人的经验，相信亚洲版本的推出一定也不远喽。